求你了，给我出张橙卡吧。金币。Oh no！ 啊，白卡。嗨嗨嗨嗨，各位小伙伴们好呀！这里是山姆大叔。我发现，在战场储物罐里还有好多我没有的作战单位，甚至还有机器人。哦。看一下获取方式，用宝石开启这个箱子才能获取。于是我。六四八，露露，你冷静点儿。不管，我要橙卡。开始了，可能喜欢一发入魂啊！求你来橙卡吧，求你来橙卡，来吧！金币？不会吧，这么个垃圾，怎么全是蓝天白云？这个好像我有，这个我没。这个，哎，身上的出现了，屠夫哈卡，嘿嘿，真的是一发入魂呀！我看看属性去，哦，攻击还挺高，特殊效果是对敌方人类单位提升198的伤害，可以啊，找一找试一试实力去。又是外国小哥，来个屠夫吧，哎，第一个就出了，漂亮！那我不管你有什么套路啊，屠夫，你先给我上。人形单位来的正好。小车跟他去来突破，强的呀，你是可以制造三个敌人，太爽了，这就是五号玩家的快乐吗？哇，一刀下去直接砍一剑，爽啊，有个制药车跟着感觉无敌了已经。我疼，哼，杀我制药车，雷电法王子用闪电控制敌人，让屠夫输出，还好地上我干掉这个机器人，速度还有点高啊！空投医疗兵这里啊，快燃烧弹！哼，就这个伤害，给我刮痧了！谁上去拆掉他的军营？不愧是68岁的角色，再用指挥车出来辅助，这下敌人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了。而且我发现屠夫还出奇的肉，敌人打完弹炸上去，只少四分之一的血，本身攻击力高，配合治疗道具，简直能战斗敌人。好讨厌的感觉，你讨厌我开心，剩下的就下次再出吧，看看还能出啥好东西啊。